样看起来是一个基础练习，实际上呢，你可以把它画的钻进去，画的非常好看，非常有味道，有韵律，啊，有音乐感。所以有很多同学想买我那张布鲁特斯啊，布鲁特啊，那怎么可以卖？这个我长沙这个湖南美术学院一个教授要编一本素描，整本书里边他借我几张素描，六张。这个布鲁特斯在所有的画的前边，我以前来拿来给你们看过，可能你们没有留意。第一张，啊，前言以后第一张打开就是这个布鲁特，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布鲁特，啊。第二个，我一张水果挂在这里，可能认真去瞄他几眼的都没有几个人，我们在做，啊，就觉得老师挂在这里，什么时候看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很棒。对，啊，像这张画。去参加大陆百年水彩画展，啊，我本来还有一个美国青年，但是找不到，我说我只有这张 ，OK， 啊，所以你别看一张西装，练习之中你画到有技巧、有生动，啊，画面有趣味，它同样是，啊，一个高度，啊。不是以为画大画就是大画家。讲完了。